今天吃什么，然后就到吃饭时间。今天呢，我来到这个皮匠阿涛，我们来看这个新加坡丢旧火锅 ，OK。那么我就在新加坡呢，每次都可以看到呢吃这个八串米嘛，他们当地的地方呢是叫做米包，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米包 ，OK。说去新加坡呢，你一定看到这个呢是一定是看到了啊，可以很多地方都有卖的。可是这个呢是不辣的，如果你要吃辣的话呢，他们是配着辣椒的，我是喜欢吃辣的 ，OK。所以他可以选择给他捞还是我们自己捞，我现在选择自己捞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他们很特别，他们这个有放醋的。如果我们是吃糯米，我们才放醋吗？还是没有吃糯米还是放醋 ？OK， 我们这样子放 ，OK， 然后我们就捞啊 ，OK， 完捞 ，OK， 说、so, 我不知道了啊，新加坡我吃是很好吃 ，OK， 还有你看它的鱼圆，你看鱼圆很大力的，看到吗？很大力的 ，OK， 好，现在试它的味道啊，我闻到它香味了 ，OK， 我来吃吃，有跟新加坡吃的味道，我是觉得说看各档口的口味不一样了，好像这个啊，我是加了辣了一点，所以它很辣。